嘿嘿嘿，救回来，救回来，又到了咱们周一让你不会 blues 的体坛观测站罗宾车坛。哎，怎么只有我单超一国呢？哎，没有关系 ，Robin 一个的话呢，照样是跟你掰到底啊，对不对啊？带大家去看呢，在三月份的时候呢，我跟 Kiki 我们去 Las Vegas 看的这一个相当具有历史的这个 off road 的比赛，命400哦。所以呢，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哦，所以一定要锁定了，记得今晚9点咱们的体坛观测站 ，See the difference。